么要钱干嘛？我们可能要买水喝的呀。买水喝也不至于30块钱吧？打了就好啊，那我给你们10块钱吧。10块钱哪里够啊？我们还要请同学喝奶茶呢。那你们要多少？至少都要30啦。快快快，这里30，你们要省着点花啊。知道啦。对了，老王那边请临时工50块一天，我们去不去？